我在好奇，都会绿界配有都会，可是他有时候会当掉，也很尴尬。21万，10万是宁夏，你想太多。他是全服一起哦，他是全服一起哦。21万赚，虎王只是让你不会被推，不会是让你不死。可是光不会被推，应该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啦，就好一些了，好一些了。不然那么一直动来动去，好烦哦。可是其实很像也没有一直动来动去，对不对？很像也还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一次。哎 ，Man 哥，早安 ，Man 哥。不用怕啦，问一下而已。不被推就可以有更多操作空间了，对吧？霸体不会断招，但我们弓箭手应该蛮需要的，对吧？可是虎王卡插去，我的小爱莲就没了、欸，我的小爱莲就只能拿掉了。跑树根，所以就一定要拿那只老虎跟兔子才可以让跑树拼上去。我推的大头，因为你的技能型药闪都会卡卡，对啊。很累耶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打个副本还要装网卡，还不让人活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要比较舒服，应该是不必要，应该是不必要。我现在不熟，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机会可以之后一个人开三只，然后只要消耗两张复活券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昨天公会打没补没铁，四人过困难，用自动复活，用原地复活的方式吗？不然怎么过去的？欸、其实也不用，如果都走好的话，然后等一下用，我觉得我要换个招式。通通正正，反正先把这张拿掉，先这样。我三场零死，嚯！哎呀，这边可以走。这时间是峡谷，这时间是该峡谷还是单双？什么是单双啊？虎王108、119都好用。其实我已经哦，108那个半容忍也是他妈几掰，对啊，他们都动来动去的，真的超烦的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一直推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们要打你，等一下，我先忙哦。OK， 我这边也在忙。好，这一只轻松的慢慢摸，不急，单双认可，你说 LOL 吗？今天是礼拜几？哦，干，好痛，被摸到。干，我脑袋突然在想，我当时脑袋很认真在想你的问题。哎、欸，靠北，不是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死的太夸张了。单人啊，认可打双人干什么？塔塔里半容忍最好用了。我认可都打单人而已，不要打双人，对吧？这时候该挂橘凡了。橘凡是什么？橘凡是穿透吗？我要去干架了，什么游戏的干架？这个时候不急嘛，我们先打这个监视者。不要搞我，不要搞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慢慢打，慢慢打。我们先把这只处理掉。我、哦、明明就打你，我是不是有开什么东西？自动反击。最终误伤附加。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有，等我火卡打完，我应该要回去打那个。我会先拍啦，然后看到底要不要打。对，看到底要不要打。我弟哦，去吧，去吧。是时候观众大富翁台，那什么东西？观众大富翁台，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个？剑走偏锋啦，带4000体上，其实玩是角色射手死了，用复活硬拼。就是个带2000万血量的祭司在，主教在，好好奇，什么是富翁台？观众大富翁，先等一下哦，准备哦，等一下直接跑就好。游戏啊，大富翁，然后观众玩，然后我在旁边看吗？有这么爽吗？有啊，之前有很久很久啊，好久了，好久了。曾经有玩过大风8还大风9，好，不要动，先跑啊！靠北卡住，完蛋了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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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他的 range 还蛮大的，他的 range 还蛮大的，干一起玩吧，干很可怕哎、欸！我那一次，我记得我那一次为什么后来就不玩？你知道什么叫被针对吗？你看一打三呢、欸，
一打三欸，怎么玩？好可怕哦！跟别人组队也没有用。好，那你说，哎、欸，这边不用打，哎、欸，这边要打。来个复活卡，谁比我多？各种现在这台大富翁在整理。如果是观众互打，我在旁边看 ，OK 啊？我在旁边当播报员。干，如果我去玩，妈的，我一个人打三个怎么打？你跟我讲。妈的，刚盖好一个东西，直接飞弹直接把我建筑物炸烂，不然就强购卡。投购敲一来了，敲一走了，投购早啊，签到挂台，晚安睡觉去，晚安国小。啊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能不能先给我一个赞？现在143个人，只有30个赞。早安各位，晚安各位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快哎、欸，这样子真的快多了。欸、要走，这边是雷射还在偷喷呢、啊，再复活一次。是不是雷射在偷喷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、对对对对对，你就是在喷。再一次，啊，靠北，我能不能找个时间点一口气冲过去？先不要开 AI。好，走。好。嗯，就这样而已。其实也蛮近的嘛。听说你是 PF 来盘他，这个世界很残忍哦。就像我为什么都不开 RBN 一样。不是说我没在玩，是我不能开。要把一个浓系浓的差不多，哪一款？新铁嘛，硬了，睡下去，晚安，晚安，国小。上，上，起 ，OK， 好，不要做。真的，就觉得已经可以了，就已经知道路怎么走了，啊，就走不好，我就只是想水之影片而已。不要过来！哦，看到剑士了，看到那个骑士了，啊，狗娘养的！先放剑雨，开 AI， 走这个，疯狂点剑雨，火没有了，复活，好 ，OK， 过，过过过过过过过，好，没事，你这个推我不用怕，躲这个，我要躲的是这个窟窿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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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艾尔登啊！可以啦，一个人消耗四张复活卷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一个人也能过，一个人也能过。我还想说要一个人打，我他妈的，我最好要一个人。干太难了吧，太难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本想说，我可以从80关换成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打完这个，不要，我不要灵魂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除非未来我的血量，前面的我看状况要不要减，我看状况。困难怎么拼啊？那个血量怎么打啊？看我，现在咱们的瑞的八个月，可以打，短攻可以打，短攻可以打，没有换，我没有要换，我还是继续打80就好了，我还是继续打。干的吗？太恶心了！困难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困难打法一样吗？哦，我去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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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奖励。谢总在线啊！我刚刚那边挂啊！我刚刚那边挂，我刚刚那边挂。我再，哎、欸，我先记录一下。干的吗？有个字，有个恶心，46分。等一下，好、啊。哎，打三场直接到，我只是打记录而已，我只是打记录而已，就是平 A 的那一下，就哦有就好了，剩下就无所谓了。
你其实第四条重置技能比较多次吧，看起来比较高，应该是，因为我现在技能改三嘛，这个变数也很大，然后这白装变数也很大。小青蛙是不是也吃到了一人一只？什么意思？